让我康康，是谁拿了我的火龙果？对呀、啊，啊，给你表演个深渊巨口啊！你大爷的，谁让你吃了啊？剩下的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拿谁的。靠，大庭广众闹了乾坤，还出现贼了？老板，我想查一下监控。你查监控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我已经逮着了。干什么？偷吃我火龙果的贼！别动，别动！这，哎呦，谁偷你火龙果了？还不知道谁袖口喷人呢，这儿。你那么严肃干嘛？女的就是我的，我吃你的。你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可是等会儿你要跟刘总见面呀、啊？你这样合适吗？这，哎呦，哎呀，那，你倒是不浪费了哈啊！怎么样？哎，好多了，从扭毛头变成吸血鬼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快去给我买牙膏牙刷。你偷吃我东西啊！你还让我给你擦嘴啊？你这群人太正了吧、啊？这是工作任务，快去！真拿你没办法。啊，给，这是我新买的托拉斯雅老师电动牙刷。嗯、先给你吧。我不要这个，你去给我买普通牙刷。啊？这个比普通的牙刷好使多了。我牙龈比较敏感，我怕它的震动牙龈受不了会出血。你真想让我血口喷人？哎呀呦，怎么可能？它的震动很温和的，硅胶全包裹砂头，不磕牙齿，柔性护齿，减少出血。我保证你用完之后，再也不会用普通牙刷了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试试吧。嗯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上当了呢？嗯，还不错，我收下了。哎呀，也行，只不过帮你这个忙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你想让我怎么报答你？比方说，让我检查一下清洁的怎么样。你是不是忘了我现在是谁了？很快啊，然后上来就是难缠客户，竟被老板亲手拿下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不想努力了，富婆太难搞定了。周震，你，哎呦，我去给你买点补品啊。你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呀？就凭我这颜值，什么样都没有。你可真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说一下好不好？能把这样的中老客户气到取消合作，你是长能耐了。不是，这非得拿着个口红色号跟我比较怎么样？我这科学都不用解释，你竟然跟女人讲道理啊！我这另外工作你接手，你给我出去吧。啊，你唠嗑有毛呗？啊，甲方就是爸爸。不是，这是男女尊老的尊严啊！我是。呵，这环境够优雅哈。东西带了吗？哎呦，你老公办事儿你还不放心？啊，一会儿客户来了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心里有数啊。曹总难得邀约啊。张总，听说这菜挺不错的，咱一会儿。好好尝尝。花西子牡丹露月浮雕彩妆盘，我想买好久了。我们老板挑这个挑了好久呢，他自己给他买化妆品都没这么用心。哇，这也太精致了吧。它复刻了东方浮雕工艺，而且还是集眼影、高光、腮红多功能一体，一盘多用呢。这也太上色了，本身也很细腻，太适合我这种出差人士了。张总，那合同签几年？2年够吗？够了，谢谢张总。老婆真棒。不好意思，说话。让老板当众出丑是种什么体验？上班睡觉罚款100。啊，我就眯了一小会儿。再说，要不是你昨晚让你我，再多说一句，罚款1000。哎，我你干啥？怎么了？哎，少八卦。不是说好让你帮我看着老板吗？我他妈也困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有的说啊。靠，罚款的时候没到，自己吹得像个死猪。又摸老虎那味儿了。我操，不会再出吧。你干嘛、啊？那个，我看老板你睡着了，我想叫醒你啊。那个，
老板，我觉得吧，你更应该以身作则啊。行，我自罚500啊，到时候请你们喝下午茶，现在跟我退堂合作啊。不是那个老板，你要不要先洗个脸清醒一下？来不及了，赶紧走。那王总，您觉得方案怎么样？不错。您从刚才就一直笑，是方案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我想起了更新的事情。啊、哦，是吗？是您夫人要生宝宝了？是，不是，那个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了吧？祝咱们合作愉快。您确定？确定，要不我们合张影留念吧？啊、哦，好。你先聊，我先算了。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我还是去送送王总吧。听说最近我在玩的这款游戏，王总也在玩，而且升级最高能领2000。我去跟王总请教请教去啊。哎，正好我最近卡到100级，升不上去了。哎，那你去我左下角链接领取礼包码呀，领了之后升级可快了。哦，啊，这样啊。何必虽然可惜，但确实管用。哟，你在这儿呢。哇操！老板满公司找你呢，你怎么惹他的啊？这很生气、啊。别慌，这里是男客。哎，你看我发型手机，老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关心你发型？你姓什么了？我刘洋。闺蜜来了，老板却请她干狗粮。刘洋啊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对家暴怎么看啊？哦，很正常啊。刘洋，我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这样的人？哎，我早就被老板打习惯了。哦，嗯。又是老板去了，哎，你说我俩是不是不合适啊？瞎说什么呢？哎，吵架啊，本来就是谈恋爱的一部分，知道吧？哎，都得互相磨合嘛。喏、哦，大师，我悟了。嗯，哎，那么所以你们因为什么又吵架了？哎，我这小姐没带他。老板，哎呦，那个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去啊。哎，刘洋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呀、啊？哎呦，没事儿，你们先忙。事才是我最重要的事，你先回去吧，再改天再谈。啊，好啊你，重色轻友，我的心，哇凉的。得了吧你，我吃的最多的狗粮就是你的。哎，我大清早上脸都没洗就来见你了。给 ，SDJ 泡沫洁面，对你这种大油田可管用了。你干皮用这干嘛呀？啊，我是油痘肌，老板就给我买了这个。啊，哎，当初丁丁的单身牌。现在幸福的冒泡吗？哎，走，带你去洗脸。一号队长正在待命。喜欢厚也不紧绷拔干，那当然也不看谁买的。耶，恋爱的酸臭味。走，吃饱饭去。哎，老板，你把包带上吧。你亲手做的吗？啊，我怕你还生气呢。耶，哎，老公，我也到包了。